会，今天下午由蓝委会总干事刘世珍、本届亚洲女排赛，连中华民国在内，一共有4代表队参加，今年将采取三循环的比赛，三循比赛，希望学生多多的参观，优待学生票价只有10块钱一张，而且这次首场在中华体育馆。全部的设备都加以翻新，所有的代表队都住在中泰宾馆。